好，该是讲清楚的时候了。今天我同事跟我在抽烟的时候问我说：“我的家庭生活快乐吗？”我想了一下，我没办法回答他。然后坐在我旁边的同事，他也问我说：“你是不是最爱你的老婆？”我一样没办法回答他。我沉默了两次。所以你知道？所以你就回来发呆，跟我说要离婚。我跟你说，我也要跟你讲明白，精神压力你懂不懂？明白我每天要面对的事情吗？家里有太多事情，全部都是我要管的。你就是管太多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管了？